张杰元，有叶文义居士主持，韦义庄介绍，张婉容编导，邓丽娴监制。现在开始。圆，爱亦是圆，怨亦是圆，心中不必转，且接受。万事千端，缘见亦是缘，散亦是缘，心中不必怨，不挂念，万事随缘，看出我心。那种种世相缘，样样不苦恼，永远也未挂牵。随缘，随人生的方向转，心欢喜。欢迎收听空中结缘这个节目，我们的节目是包括有佛经讲座、佛经剧化故事和信箱的，而主持佛经讲座的就是叶文义居士。那现在先请听叶文义居士的讲座先。各位听众，今天佛经讲座的题目是大乘佛教。佛教正道的最后归趣是和其他的宗教不同的，其他宗教以天堂、地狱做最后的归宿，而佛教认为天堂、地狱都仍然是六道轮回，不算是解脱的。佛教所要求的就是众生经过修行阶段之后，令到他们的内心的贪欲、憎恨、愚痴、骄傲、对真理狐疑不信以及邪见等等不良的情绪彻底消灭了。至于那些有漏善的有漏部分呢，亦都清净了，于是灵性上一片光明纯洁，只是和无漏善相应。这阵时既然没了苦恼的因素，于是亦都没了苦恼的果报了，从此生命进入最宁静的状态。所谓生死永尽，凡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这些这样的境界呢，都是来描写这一阵时的状态的。生命不再有天堂、地狱等等六道轮回，当然灵性亦都超出了三界了。在这点来讲呢，大乘、小乘佛教它的归趣都是一样的，即是在学理上面叫做无余涅槃的境界。但是呢，在大乘佛教来讲，它亦有它的特点的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第一，大乘人的发心大；第二呢，大乘人的境大；第三，大乘人的菩萨行是伟大；第四，是大乘人的果报亦都是很圆满的。那现在逐点分析来讲，第一点，所谓发大菩提心，这一样呢，是指大乘佛教徒发心立志来说的。
他們除了發心救度自己，還要發心救度他人。大智度論說，己未度先度人，菩薩發心，就是指這些來說的。學大乘佛教的人，在生死流轉之中，他是期望完成了這份崇高徹底的道德性。一切大乘佛教徒莫不以這個發大願來做他的終生職志。例如在《華嚴經》普賢行願品那裡亦有這樣說，就是說普賢菩薩他有十大行願，其中的除起功德、除信眾生、普皆回向，這些呢都是對當時的社會和大眾來說的，即是說在日常生活之中呢，是要關心著社會的眾生，同時呢是和大眾分享著功德，有些什麼的幸福快樂都回向給眾生的，不要令眾生煩惱。而大乘佛教徒呢，就在日常念經或者禮佛或者念佛菩薩名號之後，他們都有祈禱回向的。通常呢，他們都會這樣說，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。這四句說話呢，即是說現在我誦經禮佛會產生到有些好的功德，但是這種功德呢，不是只是歸我個人所有，我亦都希望一切眾生都同埋我一樣得到這些好處，同時大家亦都能夠成佛的。又在於大乘佛教徒，他早晚念诵功课的时候呢，就有三皈依，他的内容是这样说的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自歸依僧，當願眾生統領大眾，一切無礙。咁呢啲三歸依啊，就係表示在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之後咧，自己同眾生共同領納咗三寶嘅利益。而山賢大師佢有一首法願文，他亦都是這樣說的。他在說了很多自己的願望之後，他都是和眾生有利益的關係的。他最拉尾是這樣說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，情與無情，同緣種子。他即是說我的志願呢，好像虛空那麼大，甚至呢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都是希望一切的眾生大家呢都有成佛的種性，同時呢能夠達到成佛的階段的。在四宏誓願之中呢，有一句話，眾生無邊誓願道，這句說話呢更加是大乘佛教徒的心聲。每個人都願望呢，自己對於在苦難的眾生能夠呢是制度他們。凡親發這些大菩提心，願意和眾生分享快樂、分享利益和共同進步的意念呢，在《
发大菩提心之中呢，尽量表露无遗啦。呢一点喺大乘经典里头，随处都可以发现，真系罄竹难书嘅。呢一个发大菩提心呢，就系成佛嘅主要种子，所谓菩提心为因。咁我哋会谂到，如果学小乘修行人，他成了阿罗汉，求其自了了，那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发大菩提心来度己度人呢？他的解释就是这样，因为这种伟大的胸襟和抱负，他是受了慈悲心来驱使的。他不是说要成佛然之后才发这个菩提心作为手段，而是个人的慈悲心、恻隐心、同情心令到他不能自已，那他呢就要是来度这世间的众生，那他就要利用他不断的生死流转，拿这些这么长的时间呢是来回向啲众生，等呢一个发大菩提心嘅人有时间有机会为众生服务，亦都利己利人嘅。大悲为成佛之本，呢、这个悲字呢就系话拔除他人嘅痛苦嚟做第一点嘅意义。世间嘅苦恼呢系好多嘅。正所謂有生、老、病、死各樣的苦惱，亦都有求不得的苦惱，有怨憎會的苦惱，有恩愛別離的苦惱，亦都有個人的五陰性苦的苦惱。那人生啊，積聚了那麼多憂悲苦惱的時候呢，有陣時啊，因为经历得太多了，变了呢有阵时都是麻木了，但是啊，在发了大菩提心的人士呢，他知道啊，这些苦恼是真实的，是会呢来临的。当他面临着这么多的苦恼的时候呢，他一方面啊，亦为自己，另一方面亦为世人，他会觉得这种这样的悲痛呢是很深切。所以呢，大菩提心的人士啊，他对于众生处于生死轮回之中而未有真知灼见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我不制度他，谁过来制度他呢？佛就是这样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个道理呢，佛教徒呢亦都奉为金科玉律，自己发愿呢要报佛教教主的后尘的。但凡发大菩提心的人士，个名呢就叫做菩提萨埵，简称呢就是菩萨。所以当佛教讲起菩萨那两个字呢，社会人士啊，很多时就会觉得那些所谓菩萨呢都会在一个龛里、或者是玉的，或者是纸像的，或者是木的塑成那些、的偶像就是了。但是呢，那些偶像只是来给我们礼拜，是用来启发我们的慈悲心，而不是呢真正的菩萨。真正的菩萨是肯发大菩提心，度己度人，利己利人呢的大乘佛教徒的。那发大菩提心的人士啊，他对于世间的不平等或者凄楚的事例，一定呢是有同情心、恻隐心，咁往往呢未必一定呢是符合咗
呢啲嘅偉大情緒嘅，所以咧就不斷要嚟訓練自己。因此喺日常生活之中咧，個人啊係應該學到有憐憫心、惻隱心。於是咧，見到世間有苦惱嘅時候，自己亦都應該加以援手，係去幫忙，係分擔人哋嘅憂患。所以范仲淹話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佢亦都係一個有慈悲心嘅人。而孔夫子亦都咁話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憂吾憂以及人之憂。咁佢哋啊，亦都係體會到世間嘅苦難，亦都咧希望世間嘅眾生咧個個安居樂業。咁釋迦牟尼佛咧，佢亦都鼓勵大家用出世嘅精神嚟做入世嘅事業，即係話應該咧係有忘我大悲嘅念頭。咁如果我哋人啊能夠實踐呢個發大菩提心咧，咁即係我哋嘅社會多咗温暖光明，而人類亦都肯定會多咗幸福安樂，人與人之間咧亦都會互助，同埋咧彼此寬恕原諒嘅。咁如果我哋係能夠咁樣做，咁即係話大乘佛教嘅大菩提心咧，係應該提倡，亦都係有好好嘅價值嘅。今次我哋係講大乘佛教嘅大菩提心，咁我哋下一次咧跟住會講大乘佛教嘅菩薩行。咁我哋呢一次咧嘅講座係到此為止，跟住我哋係有一個佛經劇化故事。呢個劇化故事咧，就係講到話車力佢係帶埋只白馬見跡，就去探望佛陀啦。當佢體會到世態炎涼之後咧，咁佢亦都覺得自己應該跟隨住佛陀修道。咁呢個消息係回報到宮廷啦。咁大王咧就覺得自己嘅愛子離開咁耐，同時佢已經成為國者，咁係好應該咧，大家翻嚟相見啦。不過佢屢次打發啲使者去，個個都冇一啲好確切嘅回音。同時宮廷裏頭咧嘅人士咧，個個係好渴望啦。特別咧係以正飯王同埋王妃啦，以及耶輸陀羅啦，以及呢個羅侯羅王子啦，咁等等。咁今次嘅故事咧，就係講到羅侯羅已經咧係有七歲啦。羅侯羅咧就一直都係跟住佢母親耶輸陀羅嘅。咁就係話有一日佢哋咧就去花園嚟睇嗰個白馬，咁及至發現嗰個白馬咧已經跟隨咗車力喺佛陀嗰度居住。咁呢個羅侯羅小王子啊，就講出一段咧令人好有興趣，同時咧亦都好傷感嘅故事嚟。咁就惹得咧耶輸陀羅咧亦都有啲悲哀啦。而正梵王咧就覺得愛子悉達多咁耐都唔翻到嚟，令到大家咧都係好難過。於是咧就立刻打發優陀儀咧就去迎請佛陀翻嚟，話無論如何咧都應該要有確切嘅答覆。咁今日呢個劇化故事咧就係有咁嘅內容，請各位收聽啦。
上次的剧化故事讲到，佛陀受到摩羯陀国的国王供养，在竹园精舍居住，宣扬佛法。佛陀的父亲净饭王打发两个大士和车力，带着白马剑戟去迎接佛陀回国。车力见到已经跟随佛陀学道的旧朋友娇陈如和阿舍波世，他就向他们申诉自己失意的处境。因为悉达多太子离开皇宫之后，大家为了免致大王见到他而捉起怀念太子的心情，所以就要他回避。车力变成不受欢迎的人物，他饱受人情冷暖打击，顿时觉悟世态炎凉，于是就立意追随佛陀学道。现在我们讲下大士彭经去迎接佛陀的情形。沙门，我是由迦毗罗卫国来的，我想见佛陀，有些说话跟他说。好好，请你进来吧。是。彭经，原来真是你。是。好远我就见到你了。佛陀，彭经是特别来拜访佛陀你的。有什么事呢？父王好吗？母妃他好吗？好。大王和王妃安好，是大王派我来接佛陀回国的。彭经，我现在没时间回宫，迟下先。佛陀，大王真是望眼欲穿的。大王说佛陀答应过成道之后一定回去的，现在佛陀已经成为国者了，那还等什么呢？彭经，现在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道化的，我没那么快回得去住。你看看外面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等我去弘法，我真的行不开呢。佛陀，这样彭经，你回去回复大王先，你说我一有时间就会回去的了。那好了，佛陀，彭经告辞了。大王，派去迎接悉达多太子的人有消息回来没呀？这么久了都没音讯的。去接的人有些已经回来，不过悉达多就未回来。为什么还未回来？他不肯回来吗？他说过成道之后就回来的。悉达多又说回来，但是他现在很不得闲，还未回得来住。上一次两位大士说他在摩羯陀国竹园精舍过了都没有半个月，今朝彭经回来说悉达多已经离开了摩羯陀国，去了娇萨罗国的舍卫城，那里有个大富翁送了一座宏伟的精舍供养他。他究竟为什么事这么忙啊？听闻说每日由朝到晚都有人川流不息地去见他，有些是向他诉苦，有些是向他请教，他都逐一解答了。除了这样，他还要主持弘法大会，对着群众讲道啊。对着群众讲道？什么叫做群众啊？群众是哪种人来的？群众，那平民啊。什么话？平民？哎呀，悉达多是贵族皇室的人来的噃。为什么会要和啲平民一起的？提倡平等。两个大士说悉达多收了很多弟子，有些剃度做比丘，有些在家学道，各种阶级的人都有，上至国王贵族，下至凡夫走卒，不简单啊。那些人对他怎样？有什么怎样？当然很喜欢他啦。我们社会阶级制度
一向好嚴格噶嘛。有人改革，提倡階級平等，啲平民老百姓一定歡迎佢噶。哼，啊，且你都留低跟隨悉達多做弟子，向佢學道啊。哦，乜原來車力留低係做徒弟，唔係服侍悉達多噶？點解會咁噶？唉，我都唔明白。好啦好啦，唔好讲啦，一讲起就心烦。唉，都系唔好倾呢啲啦。天气咁好，不如去花园行下啦。啊，好，欣赏下花草，散下心都好嘅。嗯。白马，白马，见职啊！你出嚟啦！你喺边度啊？车力，你喺边度啊？白马见职咧，母亲啊，白马唔知去咗边度啊？车力都唔喺度啊！落后落，你唔使叫咧，佢哋唔喺度。母亲啊，车力同白马去咗边度啊？车力带建职去咗你父亲嗰度接佢翻嚟啊嘛，母亲啊，父亲系唔系同埋车力建职一齐翻嚟噶？梗系啦，建职系马，你父亲会骑住建职，车力就喺后边跟住咁样一齐翻嚟嘅啦。骆侯罗，你父亲好英俊嘅，佢好威风嘅。我哋就快见到父亲啦，真系好啦。系啊，真系好啦，佢就快翻嚟噶啦。母亲啊，祖王同埋太妃嚟紧啦，祖王对住我哋笑啊。系啊，骆侯罗啊，向祖王太妃请安啦。祖王太妃午安。嗯，午安。皇叔，骆侯罗，你哋喺度啊？系啊，祖王。我同骆侯罗喺度散步啫。祖王啊，我系嚟睇白马见职噶，佢去咗边啊？哦，白马见职俾车力带咗去接你父亲，而家留低喺谢惠城。系咧，祖王，车力几时翻嚟啊？唉，车力唔翻嚟啦。吓，车力唔翻嚟，佢去咗边啊？唉，皇叔。车力带建职去悉达多嗰度，唔知点解车力自己要求留低做悉达多弟子，咁唔系唔翻嚟咯？祖王，车力系奴仆身份啫噃，可以做太子嘅弟子咩？唉，话改革、啊，提倡平等、啊，阶级制度唔好、啊。哦，原来系咁。不过我就唔明白。啲平民賤種就話啫，但係車力喺皇宮服務，淨係服侍只馬，工作簡單，生活悠遊，幾舒服啊？點解有得嘆都唔識嘆，要去做沙門咁清淡呢？祖王，車力為咗建職都好激氣噶啦。係，我知，建職係只靚馬嚟，千里良驅嚟嘅，運咗咁耐，冇機會出場。梗系嘥咗啦！车力服侍咗佢咁耐，都戥佢唔抵啊！其实建职马质咁好，悉达多又唔骑啦，咁大王可以将佢赐咗俾其他嘅王子噶。系，我都有咁谂过，好多个王侄都想要佢，提婆达多够想要啦。嗯，但系建职好护主嘅，自从悉达多走咗，佢都唔肯俾人骑。呢有一次啊，仲将提婆达多西咗落马，蹬到佢啊，痛到呀呀声啊！咩话？蹬亲提婆达多王子啊？系、哎，咁就弊啦，佢冇咁好相遇噶。咁以后咪有麻烦咯。车力报告俾我知，话见即时时俾啲不明来历嘅石仔抌亲，时时都吓到跳起。我唔系吩咐喺马槽外边做咗道篱笆咯。哦，讲起车力同埋建职真系好得意嘅。佢训练建职听话，每逢讲到悉达多太子，建职就会叫噶啦。系啊，祖王，
见即会叫噶，好得意噶，我都试过啦。哎，你都试过？你试过乜嘢啊？我试过对住见即叫咗三声色达多太子咯，见即就西叫咗三声啦，几得意啊！哦，咁真系有趣噃。是喎，係幾有趣啊！仲有啊，太妃啊，我講啲嘢俾你聽啊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太妃好中意聽你講嘢噶。係啊，我都中意聽噶。有一次我靜靜地行去馬槽度喎，我睇見車力同埋只馬坐喺度講嘢啊。係啊，人人都知道車力會對住健職講嘢噶啦。咁车呢对健职讲啲乜嘢啊？系咯，系啊，头头我都唔知佢讲乜嘢噶，佢吟吟沉沉咁喎。后嚟佢大声话：色达多太子，色达多太子，叫咗好多次啊！健职仲跟住佢西叫添啊！系啊，佢哋两个好似傻傻地咁，你系咪咧？后来又点啊？啊？后嚟车呢真系好似傻咗咁啊！將色薩多太子一路叫，有時大聲，有時又細聲喎。咁健職又點啊？佢有冇叫啊？太妃啊，健職有叫啊，健職叫咗好多次啊。車力仲好似發緊夢咁，仲一路叫住色薩多太子喎。後嚟唔知係咪激嬲咗健職咧，佢發火啊。咁奇？你點知佢發火啊？係咯，健職冇叫咯。忽然间佢伸长条颈，将个头擂咗落去车力个肚腩度啊！擂到车力死下死下啊！咁车力咪好痛咯？佢有冇嗌痛啊？祖王啊，车力冇嗌痛啊，佢只系揽住只马条颈，咔咔声咁笑起嚟咋？系呀，车力同只马玩得咁开心，咁你有冇同佢哋玩埋一份啊？我都想跟他们玩一份啊，但是。但是什么啊？是不是车力不受你玩啊？不是，车力都不知道我在外面的。哦，那又怎么样？车力不知道为什么揽着只马叫了一声色达多太子，就哇哇声地大喊起来了，好像很凄凉啊。我吓了一跳，就立刻走出来了。咁车力真系傻咗噃，系咯系咯，真系凄凉，真系惨啊！车力佢冇傻到，真系忍不如蹙。诶，黄色，黄色，你做乜嘢啊？吓吓，车力只系想念旧主人，触景伤情啫。哦，我好了解佢。其实我抱住罗厚罗，佢由细到大，我都唔知喊过几多场啦。而家车力同健职就好啦，可以同太子一齐。王胜，我都知道难为咗你噶啦。好啦，唔好咁难过啦，翻入去内室先啦。我同你入去，唔好喊啦。好，罗厚罗。同祖王道别啦，祖王，我哋翻入去啦，系啦，我哋翻入去啦，祖王。好，好。宫女，宫女啊，在。我不默嚟。系。侍卫，侍卫，在。全幽陀而入嚟，今日系佢值日。系。唉，真系激气，真系伤神，薛达多硬系唔肯翻嚟。写封信俾佢先得，妻哭而啼，几咁烦啊！唉，大王，臣丘陀儿叩见。丘陀儿，在。你立即落殡，即刻起程，去舍卫城奇树给孤独园面见色达多太子，交呢封信俾佢。系，我即刻去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攞到佢有决定性嘅回音。讲明几时翻嚟？系神会做噶啦。你一定要攞到佢真确翻嚟嘅日子，最好佢能够即刻翻嚟。如果唔系，我要亲自去接佢。你明白未？神明白一切。仲有一样，你哋去咗几批人，每批人都有人留低唔走。咁你点啊？
臣公事公办，一定有回音复明。好，你立即起程，单人匹马够了。是，臣遵旨。这个佛经故事就播到这里为止了。我们今天的故事是由张炳强叙述，黄少强饰演佛陀，卢宇添饰演彭经，陈中坚饰演大叔，陈炳求饰演正饭王，丁恩饰演夫人，车心梅饰演耶稣陀罗，李少棠饰演罗侯罗，林有荣饰演优陀儿的。听完了我们的故事之后，就开始我们的信箱了。我们今天要答复的就是周若碧君的来信。他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念经来超度一些去世的人的呢？周若碧君，关于说是不是一定要念经超度一些去世的人呢？根据佛教的答复呢，就是对于这些已经去了世的人呢，就最好念一些经来超度他的。因为一个亡灵啊，他现在呢是在一个很彷徨的境界，他自己不知道是怎样做法的。那在这一阵时候呢，就如果为他念一些佛经呢，那他的意识之中就会感应到一些的经文了。经文里头呢都是鼓励他的，或者平靜了他那些煩惱的心念，那念經呢是對他有一些好處的。但是念經這個的媒介呢，就要有定力才會有感應的。所以人家說請些高僧就是這樣的意思。所謂他那個高僧的高明呢，就是在他有定力。但是如果我們是自己親人幫他念的時候呢，也都可以的。那你集中意念，不要有其他的雜念來影響你的思潮。你的眼是看著一些經典，而個耳聽回那些經典的聲音，同時你的意識觀想著你念誦的經文。那念完之後呢，你就自己祈禱說這一些的經文呢是愛來回向給哪一個的亡靈，這樣呢就自然呢是會有效的。那答覆完這位聽眾的來信之後呢，我們又要在下個星期日的節目裡面先再見了。歡迎你到時繼續收聽空中結緣這個節目。听了你这一番说话，我好像有些希望咁。沙门，悉达多沙门，未曾有人这样对我讲过这么有鼓励性的说话的，我好感动。
其实这个世界真是冷酷一点，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学到的。那你是不是可以逃避冷酷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看不过世间这么多苦恼悲惨，所以我就要追寻真理。我正道之后就会翻入社会普度众生。好，我现在整个人生猛晒了，我一于戒酒，如果我想喝酒呢，我就想起你的苦修，你普度众生，我要普度家庭，你说啱不啱啊？啱了，你好有进步，你一定会成功，我祝福你。多谢，多谢你，我告退了，你保重啊。保重。我们今天的佛经故事就播到这里为止了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所以今次的信箱是暂停一次，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是继续会有信箱的。那好了，现在又够钟了，在下个礼拜日的同样时间再见。一切事